迄个千面女郎集团，有一个手法，生出甲嘉玲就行。真正是姊妹啊，生甲一模一样嘞，可惜不同款命。我要甲伊带去做身体检查，证明讲伊是毋是真的嘉玲。我想要怎去配合你？你会听千面女郎的话，唔就是因为利益？我会当互你更加侪。我对伊的感情是真的，所以我嘛感受会到，伊对我是真心伫咧对待，所以我绝对袂当辜负伊对我的感情。那得趁这个机会，把我甲假的张嘉玲换回来。你怕什么那种？只要你替我把嘉燕用分去，把伊关起来，把我假作是嘉燕就好了。在咱重新开始了，我一定要好好弥补你。真感谢你愿意接受我，愿意搁再给我这个机会，安我求婚。千面女郎，请进来。只要你思思念念上要紧的牙膏，也冻袂偌久，真紧袂乱给刷掉。唔知影是唔是受到叶少峰的影响，张嘉燕感觉最近心头无啥定，有淡薄仔失控。你敢袂记你嘉玲较早足惊蛇的？我喊伊桌顶有买一个皮包啊，迄皮包顶挂图是一尾蛇呢。你老实讲，杜三伊是毋是还佫活的？伊敢有跟你联络？你想要找伊，唔就应该搬过门下龙王才对。咁水晶莲，好啊，那咱就警察局讲，先做家己一个通缉犯，两人管。近期对付咱叶家迄个千面女郎集团，伊有一个手法，生出甲嘉玲就行。真正是姊妹啊，生甲一模一样嘞，可惜不同款命。我要家己带去做身体检查，证明讲伊是毋是真的嘉玲。我想要怎去配合你？你会听千面女郎的话，唔就是因为利益？我会当给你更加侪。我对伊的感情是真的，所以我嘛感受会到，伊对我是真心伫咧对待，所以我绝对袂当辜负伊对我的感情。那得趁这个机会，把我甲假的张嘉玲换回来。你怕什么那种？只要你替我把嘉燕用分去，把伊关起来，把我假作是嘉燕就好了。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